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eidi。 如无意外，今条片就应该会在新年时间出的了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所有事顺顺利利，最重要身体健康啊。今天我们拍 vlog 啊，因为想着去平洲那里玩一天，其实现在时间很晚的了，所以我们快点一起叫醒这个男人与狗。起身没啊？快点啦，我们搭五要出门口啦。这个就是我们的日常了，当我已经化好妆了，穿好衣服的时候，他们出发，你准备好没有？我们还没出去玩啊。所以为什么呢？这位先生成日都是好像没什么妆法这样呢，他真的没准备的。是日的水晶 of the day 是不关事的绿幽灵和超七，突然间很想戴。然后出门口之前呢，就揀下戴咩口罩啦。不如戴呢个三眼仔好唔好？你戴咩呀？无所谓，帮我揀。咁你戴呢个三眼仔啦。咁我呢，我就戴呢个速帕啦。平洲，介绍翻呢棵系平洲嘅树啦。做乜自己无啦啦？我本来就谂住同你讲咧，不如你讲 Welcome to 平洲，跟住之后你就自己讲咗啦。呢一啲系咪就系拍拖七年嘅问题？耶！我哋而家第一站咧就应该系医药图先，有少少肚饿，好少我咁早就肚饿，但系今朝可能太早起身啦。琴晚咧喺长洲邻居嗰度咧，佢就有朋友喺呢一度开咗间 cafe 啦。我哋就试下揾下路，睇见唔见到喺边度，跟住去 try。到咗啦，我哋揾到啦，原来都好近码头啫，都唔使五分钟。佢呢度咧主要都系有一啲嘅 cafe 嘢饮啦，跟住有啲轻食嘅。而家朝早咧就比较上系一啲包类啦，比较 light 啲。然后晏昼嗰啲时间咧就会有千层面啊，或者系有一啲 pizza 嘅。哦，仲有酒噶，但系而家先九点几，我冇理由饮酒噶嘛。算啦，唔睇呢度啦。嗯，超好吃，哇，好好吃哦。我哋之后的目的地呢是不知道去哪里的，大家都知道我们两个是很 random 的人，我们纯粹是想着过来chill下、hea下。那为什么要这么早出发呢？是因为我们看了环水道回到长洲要搭三点几船，初排要冲凉就不想太夜，所以呢就变成早去早回。 Hello，哇，这个角度好啊，你看我几瘦，你看我好正啊，以后就你拎啦。我哋行得未啊？呢度三分钟嘅路，我哋行咗十五分钟啦，系啦，唔该晒。呢一条街咧就系平洲好多艺术品嗰度啦，临近新年呢一度都有好多挥春啊。好特別啊！呢一度全部都是不同的藝術品，雖然不是一些很名貴的嘢，但是咧，佢哋湊埋一齊擺喺度咧，又有另一番嘅風味喎。呢只狗中意笑啦，佢中意玩呢個啊！中意玩呢啲啊，佢開心啊，玩呢個，你睇而家企得幾穩。係中意玩天秋類嘅嘢。
你真系笑紧啊！呢位小姐，贵哥唔敢落楼梯啦，而家。咁你咪唔惊咯？我冇醒啊！呢位小姐落。唔系啊，咁样我冇咁惊噶。点啊，争几级啫，小姐。你开头啊！你等下，我同只狗喺度等紧你。原来呢啲外卖杯都可以咁样砌到咁靓嘅，好犀利啊！果然每一个嚟到都有佢嘅特色。使唔使考虑一下先至行啊？定系要抱抱啊？要抱啦，系咪啊？呢度，哎呀，我咧，我哋一齐行上去啦。佢似唔似咧？2022年最新手袋，嗰啲 clutch 咧，有 fur 嗰啲咧，冬季限定。下次加条带就可以孭住啦。可以斜孭。系单边孭又得，斜孭又得。我哋行山，欢欣啲。我好欢欣啊！你唱首最欢欣嘅歌嚟听下。好歌啊！我就系想听呢首。大家喺度睇住我背景，一路行楼梯啦。其实咧，后面呢度个风景先至值得睇噶嘛。我个背脊有乜好睇啫？超靓啊！你唔好喘气喎，你冇份行过个楼梯。系啦，沉稳啲，收敛啲。唔准喘啊！zoom 唔 zoom 到俾大家睇咧？呢度系迪士尼酒店啊，就喺对面岸咋，原来咁近噶喎！我哋好似一条楼梯上到山顶，就开始一条楼梯落翻去咯。如果唔计休息咧，我哋行咗15分钟，就完成咗全香港最矮嘅山。最细粒嘅山啊！咁冇啱你咯！哎呀，唔得啦！好啦，就抱抱啦！哎呀，我成日都冇力啦，系咪啊？大家成日都好好奇，平时我啲 IG 相系点样影嘅咧？其实只不过系一路影一路影，总有一张会系靓噶。我剛才呢影相的時候，口罩跌了落地，跟住我勁厚面皮咁樣問途人有冇多個士兵口罩咧，所以我換咗。我應該係要帶多一個咯，唔記得咗啊！你都做咩啫？我唔係影相啦，出吧！加個笑容先。唔係啊，我哋今日唔係睇樓啊！你唔好每個屋苑都喺前面咁樣企一企影相好冇啊！行啦，我哋住唔起啊呢啲。我哋去咗大利岛嗰边坐下歇下，望住个海静静地过咗一个晏昼，然后咧就搭环水道翻长洲啦。大家好似冇见过 Chopper 冲凉，完全系另一个样噶，系咪好似老鼠仔呢？佢而家咧攰咗之后，帮佢冲凉都轻松啲噶。我出埋瞓啦，瞓咗先。再瞓多次，瞓多次，瞓得认真啲，瞓多次，认真啲，瞓。系啦，镜头饼系啦，唔该晒。出吧，边个吹羽毛啊？系咪啊 ？turn 啦 ，turn， 你 turn 咗去边啊？坐翻好先，系啊，坐翻好先。好啦，我面摸下先啊。哇，谢老师。然后我哋而家嘅晚餐咧就系喺邻居屋企嗰度 BBQ 啦，宝宝呢 ？Baby，
做咩？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，节目效果。好啦，咁我哋睇下出牌先。自身是爱嘅小狗，你好啊！就是这样吃下东西喝下酒吹下水就过了我们的小岛慢活一天了，希望大家都喜欢看今天的 vlog 啦。如果喜欢这条片的话记得给个 like 和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， 我每个礼拜都会 upload 两条新片，逢星期六间就3点同星期日间就12点，我们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是不是啊，好靓啊，不是你啊，你不要再这样你是学紧我啊我都觉得有少少噶啦。